今天又是我的第二个 vlog 了，今天是我 BD3 完了，然后就我们就有一个拉瓦丹，不是上面有布拉加这样哦，然后现在我们是在 Bird Park， 那、很美的地方啦，就是给我们学习这些东西这样哦。我刚刚发现到一个东西，看到这只吗？这种啊，它的 Mega Evolve 就是这个。哇！这只的 Mega Evolve 就像 Pokemon 这样，超大只。很好大只哦。是啊，难的。这个 vlog 会应该很短啊。喂，你们怎么？喂！我们在交流，然后这边就很多不同的鸟，像这种啊，这个比较像，然后在哪里？上面。哦，这个尾巴好长哦，你看这个尾巴很长哦。哇，尾巴好长哦。这边其实很大了，我不会拍到完了，所以今天的 vlog 应该会比较短一点点咯，没有那么长啊，大概几分钟罢了，我尽量拍多一点给你们。哇，那边的鳄鱼，我们就进去看，鳄鱼在哪里？其实如果你知道我的话，我是一个很搞笑的人啊。啊，先几砖来了，几砖，鳄鱼，先找着。他不敢出来。哦，鳄鱼应该在前面啊，或者是在哪里啊？小心啊！应该在前面吧，这边这个屋子很可怕、啊。感觉我们去另外一边看，去那边看，去那边看。我们来到了不同的地方。哎，这边还有别只鸟，这边其实好大，真的很大。因为我是跟我学校来的，然后我们分成这样组这样啊，就是我就喜欢自己一个人去 explore 这样哦，这样可以 explore 比较多嘛。啊，那边，哇，好大只哦！哪里？那伯牙啊？啊？是吗？我看没有伯牙。那边。伯牙头还在那。现在。那。哦，他的眼睛。伯牙哟，大只哦。他还没有搬江不用了哦，好彩我眼睛好看得到哦，没有了，你有看到身体吗？看到身体吗？来这来这啊，这啊，要咬我吗？你看到尾巴那边要咬我吗？大只很大只 cat 上去了，真的很深，你看到他影子那边吗？嗯，看到那边吗？好牛一下 OK， 然后现在我们去 explore 这个地方，不知道什么玩意儿啊，不是在那个地方哦，这是蛇，这个是蛇，哦，蛇来了，蛇来了，这个蛇，那边一只，那边一只，那边，跟那边一只，那里有蛇，嗯，那边，哎，那边，我笑蛇的，那边比较大只，我笑蛇的适合我，嗯，两只蛇，那这边是开始有鸟了。上面老鹰啊，好，
哎，红色，是不是红色 ？Malaysia, India, to China, Australian and Solomon, near water。上面呢？这个当然，张哲说像假的，其实是真的。怎么让他们印度的人是拿那个来做？看到后面白色，白色，白色后面白色。买了，这弄拿东西补啊？没有啊，上面白色白色。哦，那看什么啊？白色比较美。功夫变大多啊，那个坏人啊。我都看不懂。你看啊，他的羽毛掉。我尽量给你们一个好 angle， 那那边。好像功夫班大多那个坏人呢，然后这边是我们普通见到的咯，但是母的，因为公的话它会把它开起来，然后引入那些女生，加上我是很美的，这应该是母的，然后这是猫头鹰。在上面三字，你现在很亮啊！发什么？发什么？我们突然间看猫头鹰的时候，突然这跌下来，好惨！我们在那边啊，这整只这么大只，跌下来撞到我们头，有可能会死。好彩，没有在那边啊，出来。什么是蛇咬你啊？蚊子到完呢。还好我们吃了五只啊！哎呦，证明你的血，证明你的血很甜。那个爱吃甜品的。这不同、哦。你刚现在很多蚊子。你看了，拿长裤给你换了。很多蚊子来看。这边没有东西什么好看的啊，现在很亮啊这边。走，应该是现在已经完了，你走一个圈嘛这边。走。可以进啊。Peace。